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是一个小镇，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一个小镇，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一个小镇，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一个小镇。哎，路易亚说好了打一把父子局，来骚扰！小镇，别闹了。给几个？为什么要我请？因为拿了 MVP 啊 ，Smiley 拿了 MVP 啊。Smiley 大大被扣过2个月工资，他们让我拿 MVP， 只是因为他们想八卦我和史泰龙。 说吧，想好了再开口。中场休息的时候，我在洗手间门口遇见了许泰伦，他问我之前直播被问起电影院的事情，为什么不帮他洗白，还要说些模棱两可的话带节奏。你说什么？嘴长在我身上，我爱说什么说什么。没毛病，然后呢？然后他问我打假赛放水能不能让我闭上嘴，凭本事能赢的比赛为什么要他放水？我说不能，然后咬了他一口，就跑了。 什么？我跑了。前一句。我说不能。后一句。我咬了他一口。是你说不让我打人的，我咬人总可以了吧？又不会咬死他。所以第二场比赛开始的时候，许泰伦手臂上缠着纱布，是你咬的。对啊。在这站着，不许去隔壁。 你们谁都不许给他开门。陈哥，他怎么了？垃圾桶里面找东西吃，外面沾着酸酸味儿。